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网络行销的第14讲哦。那我们13讲跟大家分享了影音哦，影音就是内容的一个规划哦，制作编辑哦。那14讲啊，我们又切入到另外一个，其实也是影音的内容的一个制作，但是我们把它这个主题定为直播哦，我想大家不会陌生了，在很多平台上你都可以看到直播的节目哦，非常的吸引人哦，就是网红们大概都会用直播啊来导购啊等等等。好，那这一讲次我们就把它专门介绍啊直播啊，我们要如何做这个直播啊。好，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啊，请到我们的业界的专家啊，就是站点子数位行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啊，全志强全总经理，来跟大家分享，是不是？请全总跟大家来打声招呼。好，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全志强，今天很高兴来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好，谢谢全总经理啊。那今天我想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做直播啊，有什么可以直播的啊的一些内容主题啊，有哪些工具啊可以帮助我们做直播啊等等等，还有直播的注意事项，我们依序啊请我们的全总经理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第一个，为什么要做直播？好，很多人可能会很好奇哦，就是到底我们不是做影片就好了吗？哦，为什么要做直播？然后这个直播很紧张啊，一想到要做直播啊，是不是要做很多很多的准备？好，其实主要的原因哦，有一些原因了哈。这个不管各个平台，其实现在几乎都可以直播哦。这个脸书、Meta、IG 哦、抖音、小红书哦，其实通通都可以做直播哦，甚至 LINE 有些账号也可以做直播哈。所以直播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了哈。好，它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个。第一个就是通常直播啊，在演算法里面，不止脸书哦，在很多平台里面，它的演算法的分数权重都是比较高，所以你一旦做直播的话呢，它就会帮你主动的推荐给很多的粉丝在看哦。我们有在帮客户经营的时候哦，他要得到陌生粉丝的一个来源，就是多多做直播，脸书会帮你直接推播到这个前面去哦，抖音也是一样。YouTube 也是一样，所以其实直播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增加新粉丝的一个管道。然后你也可以透过这个直播啊，跟你的粉丝做一些互动。有些人贴文可能就不太会跟大家做互动，直播就可以，你就可以用直播的方法跟你的粉丝们多做互动。然后你今天如果是出去外面办一场活动，你如果要回来做一个活动记录的影片，还要后置剪辑，很麻烦，你干脆在活动现场就做一个直播。大家没来到现场的人也可以直接透过你的直播看到活动的内容，然后做直播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起拍一个影片有时候是反而比较便宜，当然你要看什么方法，你那个正式的那种电视台的大型直播那个活动也是这个所费不赀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比较简单的用个手机啊，用一些设备来做直播，相对来说它成本是比较低的。那直播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现在在台湾，很多人还是觉得是一个比较严肃、正经八百、比较正式、比较困难的动作。但是其实，在其他的国家，包括在大陆或者在这个日本、韩国，很多的国家，他们做直播这件事已经变成全民运动。他们做直播的什么大爷、大妈、大叔、小孩，通通都会做直播这样。所以他们真的比我们更熟练这件事情，所以大家不要把它这个想得太严肃了。那直播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观看的人数是没有上限的，就是说你的粉丝虽然只有这么少的人，但是有可能直播看的人比你粉丝人数还多很多，如果你直播效果好的话。所以这个是直播一些很好的地方，所以鼓励大家可以多多的做直播，不管你是用任何一个平台。当然如果你会用一些工具的话，晚点我们会提到像 OBS 这些工具，它有办法让你用一个设备就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上做直播，但是一般来说比较困难，就是说一般来说还是一个直播平台就会用一个设备，所以如果你想要在各个不同平台同时做直播的话，你可能就要准备好那么多只的手机。那要注意什么事项？这个
晚一点，等一下会再跟大家讨论。好，以上是这个我们为什么要做直播这件事的原因，这样。谢谢钱总啊，直播可以让我们可以触及到更多的一些粉丝哦，就没有什么上限哦，而且它的排序的权重哦，又会重要的影响因素。好，那直播可以帮我们做什么啊？可以达到什么目的？再请我们的钱总来跟大家分享。好，那这个直播当然它有很多的好处啦，可以卖东西，可以这个跟粉丝互动这些嘛。好，那很多人说，好，那你说做直播，我可以做直播，但是要播什么？哦，他就可能就这个第一个就很纳闷哦，所以我们可以来聊一下可以播什么。好，那这个我先说一件事哦，做直播跟拍影片不一样，我们之前有聊到。上一讲次有聊到拍影片哦，影片的话不一定要越长越好，要看你到底有没有料，大家会不会想要把它看完。短影片有时候比长影片更吸睛、更有效果，但是直播就不一样哦。直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至少要播五分钟以上，好，比大部分的短影片都来得更长。为什么呢？哦，因为直播有一个特性，就是当你开始做直播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平台会帮你做往外的推播。通知你的粉丝、你的订阅户，通知你可能其他不认识的人，他们大家赶快来看你的直播。所以如果你一直播上线，马上就进入正题，有时候就会可能前面后面进来的人就错过了。所以我们直播反而会稍微等一下，等比较多人聚集起来，有点像是你在那个庙口啊摆摊贩怎么样？哦，可能要卖东西，你要稍微等一下嘛，等那个活络一下哈，所以要先等。等个几分钟，所以我们看很多的那个直播啊，不管是脸书或者 YouTube， 它刚开始都会有一段那个好像在那边等着设备还没开始好是什么，那其实是在等更多人哦上来期待这样，好，所以这是直播的一个特性。好，那有什么东西可以做直播呢？其实非常多啦，基本上你想到什么都可以直播啦。那如果是上课的话，你可能要先问一下那个老师或主办单位。那除了上课以外呢，还有譬如说刚刚前面提到活动现场可以直播，或者是你本身是一个网红，就介绍宣传你的产品使用的方法，你也可以透过直播来。如果你自己是老师，就直接直播来上课。哦，那如果是你希望是只有付钱的人才能看得到，那你干脆可以开一个私密的脸书社团，就在里面直播。哦，其实也是一蛮好的方法。那你也可以透过直播呢，跟粉丝做一些互动，跟粉丝聊天啊。哦。那我看过很多直播主都是在里面唱歌的，哦，这个其实真的还蛮多的哦，因为他可能不知道讲什么，哦，也避免尴尬，他就在里面唱歌也蛮多的哦，或者是有些公司啊会故意直播一些外面看不到的一些幕后花絮，或者是不为人知的一面，譬如说你这个工厂，哦，你工厂的有哪些的辛酸，或者是这个我们工厂其实是多么的注重 SOP， 我们的工厂多么注重卫生，给大家看一下。产品制作背后的一些原理、流程等等，哦，这个外面看不到的内容也可以拿来做直播。那很多公司可能就办活动抽奖，哦，他就把整个抽奖过程把它直播出来，哦，好，所以那当然直接直播卖东西，这个很多人见过了，哦，就是直接卖鱼啊、卖化妆品啊、卖很多的什么珠宝都有，哦，这个也是还蛮常见的一些直播的内容，哦，好，我们可以看一些例子啊，就是说像这些。图片上面大家就可以看到，当你开始做直播的时候，他会直接发通知给这个所有的订阅户或者是不认识你的人，通知他们说，哎，谁谁谁正在做现场直播，哦，叫大家赶快来看。那我们也可以再看一下，这个是脸书哦，他们的第一支直播影片，哦，就是一个这个两个人哦在绑那个用橡皮筋绑西瓜，这样非常的无厘头或者是无聊，这样他们就。直播说，哎，看这个到底绑到第几根橡皮筋的时候会把这个西瓜弄爆，这些这样，这样一绑就绑了40分钟这样，哦，然后同时啊，哦，有几十万人在线上看他们这边绑西瓜这样。好，这边就讲到一个直播啊很重要的一个原理，哦，就是直播呢，你一定要引起大家的一个悬念。如果今天它是一个 YouTube 影片的话，我直接跳到最后看结果不就得了？但是直播跟影音的原因不一样，就是它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发生嘛。我很好奇它的结果是什么，我就会想要继续看下去。如果一看就知道啊，这就是卖东西啊，这就是骗人的啊，这就是
啊，这个没什么意思啊，他就不会往下看。所以直播主啊，一开头，你除了要告诉大家直播主题以外，你可能要告诉大家这个直播的结尾会有什么。有时候结尾比开头更重要。好，譬如说像这个，我有一个朋友哈，他会在脸书的社团里面啊直播说书这样哈，那他就会用一个方法，就是直播到一半会跟大家说，哎，我们在直播的结束啊，会抽出几个人还在线上的人，会直接送你这本书。他就出版社介绍，请他帮我介绍一些书。哦，那你想想看，这个如果你半途听到一半就离开了，是不是你就抽不到这个书？因为他抽的时候，你一定要在线上马上立刻答右，哦，不然就视同弃权。他就用这个方法很巧妙的，啊，吸引大家看到最后。哦，这只是一种方法。哦，基本上你就是要有一个诱饵就对了，提醒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哦，不然就半途离开就很可惜。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个例子，这是一个议员，这个议员我那个只见过他一次，但是我不认识他， 他也不认识我。我只是举例，这个议员很厉害，他到哪边去，我看亲眼看到他就拿着一个自拍棒跟一个手机，就是一个人就开始做直播，就开始问政啊，开始可能这个访查民情啊，然后直接跟他的选民粉丝做互动。我觉得蛮厉害的，而且他也不是年轻人，直播做得很好，所以直播也是可以拿来这个帮助选情的。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例子是直播卖东西，台湾很常见的是卖这些海鲜啊、海产，直播卖鱼，大家可能都看过。好，那这些直播呢，这个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直播，看起来这个卖鱼好像没什么，我其实有去算过啊，这一场的直播啊，它其实它的流程是蛮复杂的，比你想象中的还困难。如果你希望这个直播是真的可以收到单的，不是只是直播大家就是看爽的而已，就是要真的可以收到单的话，它其实是需要动员蛮多的人力。它的流程啊，包括譬如说你可能要事先预告大家你什么时候要做直播，而不是突然就做直播，让大家有一种期待的心理会比较好。你开始直播之后呢，你可能要有一个人这个在那边跟粉丝做互动，这边至少要有一个人吧，在线上跟粉丝做互动。然后这个当你有做一些卖东西，譬如说你今天卖这一条鱼，有人上来竞标，他可能是用一个竞标的方法，有人得标了，你要在上面留言说谁得标了，这个可能是一个得标的过程。那可能大家透过加你们的官方 LINE 去做下单购买付钱的动作，这个也要有人在那边做这个管理互动。总之一个直播的人力啊，全部算起来可能就要五六个人以上，比你想象中还要花的人力更多。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直播主就是那么一个人，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卖东西的话，后面其实要配合的人更多。我甚至有看过一些卖珠宝啊、珠宝的这个首饰的这个直播主啊，他们除了我刚刚说的这些工作人员以外，他还会安排一些装脚粉丝啊，在直播的线上，他可能要出来炒热气氛，这样，甚至他可能卖这个首饰，因为很贵嘛，可能说不定一元起标啊，但是没有人把这个钱拱上去啊，那不是到时候真的那个一元就被买走怎么办？所以他会找一些装脚来，直接来做这个，把这个炒作这个行情的这件事情，好，所以这个也都是蛮常见的一个手法，好，那所以这个，总之呢，这个你们一定要想好怎么去做收单。如果你是真直播在卖东西，所以通常会搭配 LINE 的运用，然后请大家去加入你们的官方 LINE 去做下单，因为台湾不一样，像这个大陆啊，他们在这个抖音、小红书上面，他们可以有很这个蓬勃的直播带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直播线上直接就可以点进去进入他们商城直接买东西。台湾限于法令啊，目前没有办法做到这一个。那可以做的方法，譬如说就是导入你们的商城去买东西，这也可以。但是很多人他连商城都没有，那你就是有一个 LINE 官方账号，请大家去加入 LINE 官方账号，然后直接透过 LINE 官方账号来做购买这件事。所以一些前置的作业啊，其实是要先做好，不然的话可能就会这个你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接单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做直播的这个的一些前置要准备的一些这个事情，还有你要想你的直播的目的可能有什么。
好，谢谢全总经理啊。我曾经在上课的时候找同学们想一个主题啊来做直播，其实大家都很害羞啊，非常的害羞。我想这个是我们应该是我们民族性吧啊，大家很害羞啊，不像中国大陆啊，他们非常非常的那个啊，会人言善道的啊。我们台湾可能就是民族性的问题啊，从我的学生当中就大家都非常的害羞啊，不敢，不太敢露脸啊。刚好我们在疫情期间来做直播，所以大家都戴个口罩啊，所以都很害羞。好，接下来我想更重要的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直播会用到的一些工具啊，我想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很多我想在数位行销这个专业领域里面，大家一定要善用很多的工具哦，非常非常多的工具哦，大家一定要找到这些好用的工具哦来使用，才能让我们事半功倍哦。好，接下来请我们的全总跟大家分享一下直播的工具。好，直播的工具其实有非常多啦齁，你也可以这个直接拿手机出来就做直播了，这个也是可以哦，就是不需要做任何的设定，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方法哦。那我们把直播的方法呢分成三种，简单的跟大家说了。第一种就是手机加上脚架，一定要脚架哦。你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做直播的话，你用手拿着这个不行了，这个可能晃得太厉害了，所以一定要搭配一个脚架哦。然后甚至如果好几台手机一起做直播，你就要准备很多手机哈。所以这个是这个第一种方法。第二种呢，就是这个除了你可能不是用手机，你可能是用平板哦，那平板也是一种方法哦，那跟手机蛮接近的，这也是一种方法。那另外一种呢，就是用你的笔电来做直播哦，那笔电做直播也可以哦，有一些直播软体是特别适合用笔电，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提到，大概会有这三种的方法。那用手机来做直播呢，哦，这个不太需要用什么软体，它基本上可以用的软体也不多，可能就是直接看你是用脸书啊、抖音啊、IG， 就直接打开直播就开始做。那通常这些直播的 App 里面也自己会有一些这个滤镜啊、美颜的一些效果哦，现在都很厉害，都自带这些效果。如果是抖音、小红书或者是真正的直播平台，那个滤镜的效果做得更好。好，哦，就是如果你是用那些平台的话，然后你用这个手机来做直播，就直接就可以用哈。那但是我今天推荐大家哈，一个很好用的工具是什么？哦，就叫做 OBS 啊。好 ，OBS 是最多人使用的一个直播的工具，因为它是最主要原因，它是免费的，这样。好，那很多人会，那 OBS 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必须要搭配这个电脑才能使用，你的 OBS 没有办法装在手机或者平板上面。哦，它一定要装在这个电脑上面。哦，那电脑上面等于说你透过电脑，然后你要再拉出来一个这个镜头，可能透过 USB 哦拉出来一个镜头。那这个镜头可以是这个 Webcam 的镜头哦，也可以是这个一台相机或者摄影机。如果你今天搭配 OBS 的这个是一个相机或摄影机的话，请注意你是必须要有一个这个影像截取卡哦，作为一个中转才能够播哦。那如果你是直接是这个 webcam 的话，就不需要影像截取卡，就可以直接插上去就可以用哦。那现在影像截取这个 webcam 啊，其实大概花两三千块，画质都可以不错哦，所以我会推荐大家用 webcam。 那既然用 webcam 就可以了哦，甚至你的笔电前面的前置镜头就可以了哦。那为什么还要用摄影机或是相机呢？因为摄影机跟相机啊也有一些好处，譬如说用摄影机相机啊，他们可以在拍的同时也把这个高品质的画质啊录在这个相机或摄影机里面可以插一个 SD 卡就可以做录影，所以你可以录下比较高清的内容后续去做应用。好，那第二个就是你的相机或摄影机是可以伸缩镜头，可以伸缩镜头。好，所以这个我们也蛮常会用到这个相机或摄影机，但是它的麻烦就是必须要再买一个影像截取卡，所以看你啊需不需要做这个投资。如果你就是固定放在那边的话，哦，你就用一个 webcam 就好了。好，以下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再说详细说明一下使用电脑加 OBS 做直播的好处，比起单纯用手机来说啊有什么好处哦。好，第一个啊，它可以
设定切换不同的背景跟字卡，哦，这个手机比较没有办法，手机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画面这样。那但是在接我刚刚说了，你接不同的 webcam 就可以设定不同的一个背景、不同的画面，然后你可以在背后插入一些这个字卡，这个都是 OBS 可以做到的。然后透过电脑来做直播啊，它有一个最大好处是它可以接网络，有线网络哈。我们透过手机一般来说就是接无线网络，那无线网络呢，这个就很危险。譬如说我们如果到了一个人很多的地方，你的这个讯号可能就会被大家瓜分的哦。你就说做直播到一半，就可能这个网络就会断掉，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所以我们原则上啊，可以用固定的网络效果会比较好。那你桌机才有办法接固定的网络，哦，就是接那个这个不是接无线网络了哈。所以这个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地方。好，然后刚刚有提过了，接这个 OBS 它是可以接外接 DV 或摄影机哦，是可以伸缩镜头，可以拍比较远的地方。然后你也可以自己外接一个这个麦克风哦。那当然手机也可以啦，但是电脑本身也可以，甚至你可以加入一些背景音乐。好，然后刚刚讲到的可以多镜头切换子母画面，甚至你要放简报都可以透过 OBS 来制作这样。那 OBS 它在做直播的当下，它还可以有一个录影的功能，所以你直播的内容除了你的相机可以录以外，你的 OBS 本身可以同步做录影。所以因为直播出去的画面有时候碍于网络各方面原因，它的画质会没那么理想，但是直播你录下来的影片，它的画质就会稍微会比较好一点。好，然后这个 OBS 透过这个直播也比较没有容量或者是时间的问题。我们有时候用手机啊在拍哦，它可能会有些人手机的空间比较小，可能拍到一半就断掉，或者拍完之后这个影像没办法保存哦，或者是时间一长，可能手机就会有过热的问题，尤其是夏天在太阳下面做直播啊，这个都是蛮常会发生的哦。有时候一直播就播个一小时、两小时哦，那这个蛮常会发生这个情况哦。但是电脑加上 Webcam 就比较不会有这种过热的问题哦。然后透过电脑加 Webcam， 你也可以，因为不是透过手机嘛，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来电啊，突然来电就把这个直播到一半就断掉了哦。这个是真的真实发生过的情况哦。好，那你的手机在你用电脑加 OBS 这个软体来做直播的时候就可以空出来，你说不定可以透过手机来跟大家做互动。好，那因为今天碍于时间关系啊，我们没有办法详细的跟大家介绍 OBS 的各个功能哦。其实网络上有蛮多的教程哦，大家也可以去自己去搜寻。OBS 是算是乍看之下好像有点复杂，但是实际你摸一次，自己做过一次直播，你会发现它真的还蛮好用。又不用钱，又好用，哦，它不断的功能有在进化，哦，所以可以套去用。它甚至还有一些绿幕的功能，哦，我觉得都很不错，哦，大家可以上去使用看看，哦，这是第一个推荐大家的工具哦，就是 OBS。那第二个很好用的直播工具呢，推荐大家叫做 StreamYard 哦。这个 StreamYard 可能大部分人是没有听过的，哦，它是要付费的一个直播工具哦。那可以上网去注册一下哦。它有一些这个跟 OBS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哦。哦，我们可以看一个范例啊，哦，就是说这个范例哦，是我一个朋友利用 StreamYard 在做直播，他就可以透过这个 StreamYard， 他可以邀请远端的人一起来做直播。哦，那个人可不是在你旁边 ，OBS 一定要那个镜头啊，不管多远多近，你可以拉很远，但是一定是在你可见的这个范围以内。哦，你不要没有办法做远距的做直播，哦，但是 StreamYard 可以。StreamYard 你开始做直播的时候，你就可以发一个邀请函，一个连接啊，给你想要直播的那个人。那个人不管在千山万水，只要他有网络，啊，他点进去，用他的相机、手机，用他的 Webcam， 用他的电脑，欸，就可以加入你的直播。然后你可以把你的画面啊切分成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最多好像看你这个选的方案。可以到七八个人同时在一个画面上面做直播，哦，啊，就非常的方便。你甚至那个人有点像你的特派员，你可以邀请来宾，这个来宾不用在你旁边。这个在疫情那段时间啊，非常的好用，可以两个人一起做线上直播，声音不会有lag，哦，然后这个它的优点，几个优点啊，第一个就是它不用安装，
哦，它不是安装的 app， 它是直接连上网的、哦。然后这个免费版就可以用了、哦、但是它付费的免费版的可能会有浮水印，然后它的会有一些时间限制，也比较不会有那个高清的影片、哦、然后这个它可以多人连线做直播，这刚刚讲过、哦、你也可以加入一些字卡、字幕、跑马灯，这个都是免费版就可以用、哦、然后你还可以把如果有粉丝上来留言，你可以把这个留言直接把它拉出来在你的直播画面上面、哦、好好，这个也可以直接下载一些档案、哦、好，但是它的也有一些缺点。这个 StreamYard 呢，知道的人比较少、哦、它就第一个就是它的最大缺点就是它要付费才能够使用一些比较，比如说时间比较长啊，才不会有浮水印哦，画质才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最重要一个缺点，很多人不愿意用的原因是因为它界面全部都是英文、哦、我也知道很多人看到英文就这个退避三舍这样。好，但是其实不用害怕，它的英文都非常简单，一样哈，跟 OBS 一样，你网络上都可以找到教程，而且你只要用一次啊，你就会知道哈，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哦。所以建议大家 OBS 跟 StreamYard 都可以去试用看看。好，谢谢全总啊，做直播的一些工具的介绍刚刚啊，但直播其实还是有很多要注意的事项啊，是不是请全总再利用短短几分钟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应该注意的事项。好，在做直播的前中后呢都有一些特别要注意的事情，这边再跟大家提醒一下。第一个啊，在直播前呢最好你要先准备好你的内容跟 QA 啊，就是这个你也怕现场冷掉嘛，所以你就要先想好要问什么问题。最好不要顺便做直播。什么叫顺便做直播？就是我今天来参加一个活动，我觉得哇这个很棒，我就拿着手机远远的拍，那不是像我们今天像在摄影棚录影这样子，这种效果通常都不会很好，收音也不好，画面也很小，很吵，很模糊又很晃，这种效果都不好，所以最好是很正式的做直播，然后你的直播最好是有人物主角，不要只是拍一个场景。这个很重要，然后你的直播的画面里面的背景越干净越好，然后你要想一下你的直播到底是会走动的，像我们有一些活动啊，就是要走动式的直播，那就只能用手机，你用 OBS 和电脑就比较没办法，你总不能抱着电脑在做直播吧，所以你是不是需要走动很重要，然后你现场呢是不是有打好的灯光，然后你的现场的收音要不要准备麦克风，这个都很重要，然后最重要的现场的网路也很重要，你一定要事先去做勘察，网路是不是频宽够，最好自己有拉一条专门的网路，然后是不是有一些需要的电源啊、延长线，这个也都要特别的找好，然后直播可以上一些字卡嘛，这个也都是事先做好，然后这个有没有人可以在线上跟你帮忙做互动，如果是粉丝专业的管理的权限也要先设定好，这是直播前，然后记得一定要做测试，然后以下是一些直播的一些设备，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然后直播当中呢你要想一下，你到底是做直的还是做横的，你的直播主角最好越清楚越好，然后多跟网友做互动，然后不断的鼓励大家看到最后，这个都很重要，然后注意网络的稳定啊，是不是有过热的问题，然后最好安排备援的机制，那直播结束呢你的影片要保留还是上传，要不要删掉，然后活动的收尾，然后预告下一次的直播内容，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个讲次的内容啊，就是直播如何做直播啊，我想全总分享的非常的清楚，谢谢我们的全志强全总经理啊，也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谢谢大家，谢谢。